你早上的7:25的哈，今天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，早上7:25，记者呢跑到了台北保安宫，跟我们大龙洞的保安宫保生大帝呢参拜祈福了。啊，我们已经有3次不中，今天是第3次不中了，而且牌子呢连装牌那么多，希望今天我们保安宫的保生大帝，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2只全正2中1，我们用凹的能够给它凹回来。因为各位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已经输了啊，第一次输2只，第二次输1只，第三次输3只，我们已经输了8只啊，再2只就是全车，所以我们今天用2只就是全车啊，要用凹的啊，把那个前面3只给它赢回来啊。哪有说1只刚进洞，有1只进洞我一定会报告1只进洞，但今天是用2只。